兄弟们，帮我看看我的潮流蛋怎么了？哪尼？他抱着头，把眼睛看在了地上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又去看了换新医生，他也是在做着这个动作啊！怎么？我操！害怕什么东西啊？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游戏中的 NPC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是换新医生，他很牛。牛！再看着前方，即使我们用咸鱼揍他，他也只是露出一个晕的表情，给我们看，他不害怕我们。哪尼？伙伴们，我又找到了潮流蛋，他也很牛，我们变成游戏中最厉害的炸弹仔。叮叮叮，他都不害怕，还想跳舞来嘲讽我们。我去，太不要脸了！你们看他在跳舞嘲讽我们。所有很多人觉得系统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因为他们就是代表着官方大大的人。伙伴们，错错错！今天我在游戏中，我发现我的唤醒医生和潮流蛋都变成了胆小鬼。好像特别的害怕看到什么，低着头都不敢抬头看天空了。我变成炸弹仔的时候，他们不害怕；我用咸鱼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害怕。Yes， 伙伴们，伙伴们，谁能告诉我，幻心医生和潮流蛋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呀？